免费看书100年，七猫免费小说，七猫邀您观看《隐秘而伟大》。开箱点钱呢，王叔又是找不到了。你枪崩开不就完了吗？50万美金呢，打烂了你赔啊！金哥，我害怕。俊和，刚才那是什么声音啊？枪声。枪声，枪声。那我爸爸。放心吧，他现在很安全。俊和，你怎么会有枪了？石大胆，追上去，快！我现在送你去几个朋友那儿，把你交给他们，我也算任务完成了。金河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个问题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。总之，我不是敌人。车盖子还热着呢，估计就在附近。他们呢？在里边。走。走。爸爸。俊逸，爸没事。静和，你要早告诉我这是声东击西，我就不用那么紧张了呀。我们有纪律，不能透露行动计划，这也算是给你个惊喜了。快坐吧。爸，坐。好。沙先生，今晚你们暂时在这里安身，明天一早有人会送您二位去安全的地方。那我们是不能回家了吗？这段时间恐怕要委屈一下了。这起绑架案背景复杂，我们还是谨慎为好。哦，对了，尚先生，
另外，我有一事相求。哦，您说。警察局很快就会介入这件事，我们不想牵连其中，还请您多多谅解。我明白，这个您放心，尚某一定三缄其口。这是我们的人，到时候就让他以上家管家的身份来应对警察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，他会自有分寸的。那就功劳了，尚先生不必客气。我在棚户的时候就想过了，如果此番能够脱险，我一定要刻两个印章，一是曾入地狱，二是再生之德。这再生之德说的便是诸位好汉。您是上海工业的中坚力量。原来真的有这么多朋友来帮忙啊！他们不是江湖上的人，对不对？你们是不是那种人呢？保护自委会的财产是同样的原因，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。尚会长知道绑匪是什么人吗？他一直被单独关在一个房子里，这个绑匪呢，有自始至终都戴着头罩，他连对方什么样子没见到。但是其中有一天呢，有一个绑匪给他送饭，他看到他带回来一份报纸，还有小说《倾城十九侠》。看这些东西的人，至少要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准呢。看样子，这帮人确实不是普通绑匪。会不会真的跟政府有关？这件事情背景复杂，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天色不早了，赶回去吧。好。哎，清河，你确定甩掉跟踪你的车辆了吗？进来的时候我都看过了，周围没有人。哦，那就好。那我走了。啊，快回去吧。姐姐今天可能不会来了吧？哎，好像有人来了。哎，杨先生，是你啊？啊？沈小姐。顾警官。那个，我是说，多谢你和沈小姐最近一直照顾福朵，我这个当爸爸的反倒是管得少了。杨先生，你客气了。咱们都是邻居，顺手的事儿嘛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进去也不容易。哎，福朵，那我先回去了。亚鹏哥，再见。再见。夸我新皮鞋好看了，我们夫朵穿当然好看了。要不你教我擦吧，以后我自己来。不用了，还是我帮你擦吧。爸爸也帮你擦不了几次皮鞋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很快就会长大呀，等你长大了就不需要我了。长大了就换成我照顾你了。小姐到了，谢谢。
山主，哎，坐。上农村的女孩去哪儿了？半路下车，被人接走了。到底是什么人？尚小姐的朋友。放屁！这是什么？梁家妇女会随人带枪吗？说，到底什么来路？生意人，经常在外面做事，枪是用来防身用的。你姓贡？尚先生德高望重，江湖上愿意帮忙的人多的是，跟姓什么没关系。不管他那条道了，先弄回去再说。你在这儿等着，别动辆车，快点。上！火钱？啊，老实点。什么玩意儿？火钱一个！哎，你别打！哎呦！看一下，天哪，没事。好像有巡警来了，咱们快走。分头走，你赶紧回家，我要告诉别人你来过这儿。跟我回家。嘿，刚才差点没认出来你，那俩什么人？可能是附近的小混混，见我一个人走夜路，想抢我的包。你打扮成这样，是执行任务吗？现在治安不好，以后你要是再晚一点回来，你就打电话去弄堂口的铺子，让他们叫我一声，我好接你啊。怎么了？我今天不能回阜安永了，我要去外地几天，现在就得走。这么突然，去哪儿啊？我知道你担心我，不告诉你是为了你的安全，也是为了我的。我知道。绑架案的事情，我不应该要求你什么。你们有你们的纪律，安全就好。我没时间回去了，帮我跟顾先生、顾太太说一声。这次时间可能会比较长，房子快到期了。万一我一直没回去，亲子监会一直空着等你回来的。现在一个过境楼都已经涨到5000万了，你舍得吗？当然舍不得。不管你走多久，亭子间都会一直空着，等你回来。
我没想到你刚才会冲过来，我以为……什么时候走啊？马上，已经让人在附近接我了。我送你上车吧。你去不方便，车子应该快到了，你放心，我很安全的。那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如果有人问起来，就说我去外地跑生意了。我们两个前两天刚闹了别扭，我走的时候还很生气，所以是不辞而别。你不知道我去哪儿了，在警局注意王克达，注意副局长，尤其是要注意钟百明。我总觉得他对莫干山的事很在意，还有绑架案的事一定不要过问太深。总之我不在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等你回来以后我肯定是好好的。一路顺利。快点回去吧，太晚回去家人该担心了。放龙剑。放龙剑。出事了吗？警察，警察讲他偷东西。杨一学是吧？证件。哦。最近去过大华鞋店没有？去过，想给女儿买双鞋，去过几次。就是这双。不是这双，差不多是这个样式。这双是我在其他地方买的。警官，我是不是惹什么麻烦了？去看看。干什么呢？找证据，没错，就这双。不是，警官，这双鞋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好，我们是上海市警察局治安队的巡警，大华鞋店的老板报案说丢了一双皮鞋，白色小牛皮，还带着一双蝴蝶结，就是你这双吧？不是，这双鞋是我买的，不是偷的。买的？从哪儿买的？我跟一位先生。花了70万，能叫过来作证吗？我也是在大街上偶然遇到他的，买完鞋以后他就走掉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，我该怎么去找他呀？70万，这双鞋他放店里卖300多万，撒谎都不会。300万呀！铐上带走。哎，等一下。这是我的证件。我是上海市警察局刑警2处的警员，请问你们觉得这位先生偷了东西，有证据吗？哦，这样。你好，大华鞋店老板报案说丢了一双皮鞋，杨一学是唯一的作案嫌疑人，因为他一直想买这双鞋，但是一直凑不齐钱，所以他的作案动机非常充分。有可能这双鞋只是样式相同，不一定就是店里丢的那双。鞋底的烙印和编号跟店老板提供的完全一致，所以我确定这就是赃物。顾警官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
我不可能去偷的，这是我买的，我只剩下70万了，这是我送给福朵的礼物，我怎么可能偷东西回来送给他呢？顾警官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这双鞋真的是我买的，不是偷的。顾警官，你要相信我，真的是我买的。田先生，先别着急，你先仔细想一下，还能不能找到那个卖鞋子的人？我只记得他是一个30来岁、个子不高的一位先生。我当时就顾着看鞋了，他长什么样我都没有留意。顾警官，我们人证物证俱在，不好意思，铐上带走。穿着穿着，怎么还铐上？这是我爸买的，还没人啊，没走开。福朵，福朵，福朵，没事啊。警官是搞错了，搞错了啊。爸爸去说清楚以后就没事了。废什么话呀？他女儿还在，别让他难堪，警官。谢谢。带走，走。说清楚就没事了，说清楚就没事了。快点，快，赶紧走！杨会计，怎么回事？杨会计，杨会计，杨会计，把赃物也带走！杨会计，怎么回事？杨会计，杨会计，杨会计，上车。杨先生，我明天就去申请调查你这个案子，我一定帮你查清楚。顾警官，顾警官，大家都是总局的人，我们把人带回去也是关在总局的拘留所里，到时候您慢慢审问，来得及。那就有劳你们，别为难他。我说，别担心。开的枪啊！是，你从裁缝部走了以后，我不放心，一直跟着。幸好啊。对不起，是我大意了。伤得严重吗？不是致命部位。到了松江以后，我马上给你动手术。清河，清河，耀东啊，你怎么也不拦着呢？我们大家是说不上什么话的，你好歹也说两句嘛，说不定那个杨先生也不会被抓走了嘛。耀东又不认识他们的了，讲了也没用的呀。是的呀，怎么不认识了？前面那个警察都说了，大家都是一个警局的嘛，对吧？哦，对的嘛，大家都是知道杨会计为人的，你们就是在乱抓人。哎，什么叫你们了？哎，是他们呀，人又不是我们耀东抓的了，你话不好乱讲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大家呢都不要急，这个事情也是刚刚发生啊。我想呢，耀东啊，明天去局里啊，肯定能问清楚的。人家不已经说了吗？说这个杨会计啊会被送到这个总局的拘留所，这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嘛。要是真被冤枉了。那耀东在局里动动关系把人放出来还是没有问题的嘛。哎呦，哎，我不要讲了，胖胖想啊，耀东在警局大家都知道的呀，要说关系嘛肯定是有的呀。是，就是未必肯用在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身上呀。哎，吴太太，你不好这样阴阳怪气的，听不下去了。俺那耀东哪能啦？啊，哪能啦？哎呦，学生游行的时候你们家耀东没有跟着那些警察去抓人呀？没有动手呀？啊，那我们家儿子背上山了，可到现在都还在的啊。哎，是我们耀东打的吧？啊，我敢呀，反正就是一伙的。哎，耀东采访的时候他说的话呀，收音机里可都是放出来的，大家都是听到的啊，是不是啊？对对对对，他当时可是一心一意帮着警局说好话的。哎，你不好这样乱讲话的。哎，怎么这样子的了？哎呀，我们现在讲的是杨先生的事，你们都说到哪里去了呢？真是。哎，对了呀，那个耀东啊，那么你就在这里啊跟大家表个态，你能不能保证把杨会计给我们弄回来啊？我先去看一下福朵。哎呦，这算什么？
陶处长，你手底下的人擅自做主，出了这么大差错，你让我怎么跟田副处长交代？老兄啊，这一次你是闯了大祸了。按理说那五个人也是受过正规训练的，怎么会连一个赏金仪都对付不了啊？一个女人，什么女人？你手底下两个人一死一伤，都是背后中枪，那就是说这个女人还有同党。好吧，我尽量查吧。哎呀呀！别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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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录！赵警官。昨天局里是不是有一个人叫……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现在忙着呢，笔录哪去了？笔录，我大早起来这么着急，我这饭都没吃呢。赵警官是这个吗？对对对，谢谢谢谢谢。哎，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来着？我是说局里有没有收一个叫杨一学的犯人？谁？就是福安路的那个会计。上次下雨，他拉我们去酒会的那个车夫。哦哦，想起来了，杨一学嘛，啊，是收进来了。说他偷了双皮鞋，我这满脑子都是绑架案的事儿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还着急，我得赶紧走了啊。哎，赵警官，哎，赵警官，赵警官，赵警官，现在有证据证明他的盗窃罪吗？物证都有了，而且有作案动机啊。哎，他认罪了？怎么可能？犯罪的人都有侥幸心理，没有那么快。其实关于鞋子我也了解一些，我觉得他是被冤枉的。赵警官，我想申请调查这个案子。怎么着？想走后门啊？不是，哎，不用那么紧张。他运气不错，这个案子给我们二处去。真的？我骗你干嘛呀？这么芝麻大小的案子，你觉得一处能看上啊？整个警局也就给我们二处，我得走了。哎，赵警官，啊，赵警官，赵警官，我想看看他，但是我没有提审令，能不能麻烦你？现在不行，我得马上去上荣升家啊。哎，发生什么事儿啊？你还不知道呢。盛盛孙子被救了，现在我们得去调查情况。处长他们都在车里等着我呢。杨会计的事儿小事儿，回来再说啊。哎，赵警官，赵警官，等我回来，等我回来啊。处长，这是那天在盛家的笔录。啊，谢谢。笔记本很整洁啊。啊，我不怎么写字，所以用的少。顾警官的字写得很漂亮啊，笔录也做得不错。对，他是大学生，所以写字特别棒。那天沈小姐也在，我还担心她心系红颜，心不在焉。没想到这笔录做得还挺详细的，让她去整理档案，确实是大材小用了。沈小姐租了顾警官家的房子，两人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估计已经过了您说的那个热恋期了。哎，沈小姐是什么时候搬到顾警官家里去的？很长时间了，好像就是顾警官刚当警察之后没多久，后来他们就好上了。那好，赵警官，今天的笔录你来做。是。先生被救出来以后，就带着小姐离开上海了。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？先生没说，只是打了电话报了一下平安。另外，他让把绑匪的情况告诉你们。志勇，好好记啊，一定要详细啊。是，来接着说。绑匪一直戴着马店面罩，没露过脸。
他只记得都是男人，有人不是上海本地口音。哦，另外，绑匪在看小说《倾城十九侠》和《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》，至少初中以上文化，不像普通绑匪。尚小姐当天晚上去交赎金的时候，还有其他的司机或者是保镖吗？还有一位朋友陪着小姐。什么朋友？先生说是道上的朋友。是不是就是那天在这的沈金和沈小姐？沈小姐？应该不是。沈小姐我是见过的，是长发，那女的是短发，而且声音也不太像。方便的话，能介绍我们认识一下吗？这样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尽快地找到绑匪。这个先生特意交代过，江湖上有规矩，这些人不愿意露脸，怕人麻烦，希望各位警官理解。那真是太遗憾了。处长，你要不要去码头看看？这尚书生在那被绑了三天，估计在那儿能找到点绑匪的线索。行，你们去吧，查完了向我汇报，我先回警局。是，走吧，上车，走。去过尚家了？去过了。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我来警局之前听说过关于莫干山杨奎队长的死，曾经有一封匿名举报信，不知道这是传闻呢还是确有其事。事件确实有，信也交到我这儿了。哎，怎么突然提这事儿啊？是因为我自己个人的原因。我曾经在保密局湖州分站待过一段时间，和他们站长有一些私交。莫干山之后，湖州分站损兵折将，崔站长也被撤了职，但是事情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结果。他坚信是湖州分站背了黑锅。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也帮他把这件事情查清楚。你是怀疑问题出在上海市警察局？今天我去了一趟上家，确实有些疑虑。尚荣生被解救的当天晚上，陪尚军仪去交赎金的还有另外一个女人。根据我从码头上办事的那几个人嘴里了解的情况，这个人和救人的是一伙的，所以我怀疑是沈清河。沈清河？那尚家怎么说？尚荣生和他女儿都已经躲起来了，家里面只剩下一个管家，他否认了，但是未必说的就是实话。尚荣生一直拒绝跟国民政府合作，如果真的是共党救了他，他自然会保密。那你怀疑沈清河的依据是什么？沈清河和警局里的人来往密切，在莫干山出现过，在尚荣生家里也出现过，他和太多的事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周处长，沈清河当初是我介绍给夏处长的生意伙伴。你的这个来往密切的人，说的不会是我吧？
副局长，您误会了。如果说真的有这么一双雌雄大盗的话，那从莫干山的情况来看，最有可能的人是顾警官，或者是夏处长。钟处长，这件事情早就已经解释清楚了。顾耀东之所以晚上去仓库，是因为夏继承让他去提货。所谓跟踪杨奎，纯属碰巧。不过在执行任务期间办私事，确实有过失。但朕跟你怀疑的事情，完全是两码事。如果能找出写信的人，这件事情也许能查得更确切。不知道那个写匿名信的人，警局查过了没有？信就在我这儿，你可以自己去查。来上海之前，田副署长一再交代我，一定要警惕共党无孔不入的渗透。那我就冒昧看一看。希望钟处长的火眼金睛能给田副署长一个满意的答案，同时也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。有线索了没有？没有，现场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发现。哎，慢慢来吧。啊，还好，人都已经救出来了。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带他们去食堂吃饭，吃完饭去外滩巡逻。去吧，都辛苦了。好，好，请。好，赵警官。到。今天做的笔录还在吗？在呢，在我兜里。啊，要不？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吧，我顺便看一看。您和我？嗯。方便请我到你们家小面摊儿吃碗面吗？方便，当然方便了。走吧。来，处长，您坐这儿。嗯，环境有点简陋，您别介意啊。挺好的，有烟火气。哎，就是在这种地方吃饭，才觉得自在。那您先坐会儿，我去给您端面去。哎，不着急，先把笔录给我看一下。哎，笔录都在这里面，您坐会儿啊。嗯。妈，来，你先给我来碗面。那个人是谁啊？那个人啊，是我们新来的处长。处长，那些燃烧的青春岁月。
是长。